告别是结束，也是开始，是痛苦，也是希望。告别代表着离开，也代表着进步。我们最终是要远行的，最终都要与稚嫩的自己告别。告别是通向成功的苦行之路。每次离开熟悉的环境，每次与亲人朋友离别，每次都伴随着忧伤和心痛，可每次也都让我们学着长大，勇敢地走一走，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各位好朋友们，我是疫情期间移居泰国的大脑袋。我们的女儿今天要跟我们做她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因为今天她将要第一次去上幼儿园。四个月前，我们一家刚抵达普吉岛，就立刻给孩子报名了位于普吉岛茶龙市的 BCIS 国际学校的幼儿园。当时主要目的呢，是为了顺利的转成长期签证，结果因为疫情的缘故，孩子一直都未正式入园。本来呢，是想等到九月份的新学年再入园的。学校上周发来了夏令营广告，7月5号到8月13号是学生的假期。学校呢，在假期当中开设了暑期夏令营，共有两个按年龄划分的班级，分别是2到5岁的幼儿基础营和5到14岁的少年探索营。你起来梳个头吧。我就躺着。你要再躺一会儿是吗？是的。我们家这个2岁半的小神兽报名参加了幼儿基础营的课程，费用是6000铢一周，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人，而且学校里大家都说英文，可他的母语却是中文。说实话，早上我们夫妻俩的心情是一路忐忑。你还没拨开呢，怎么吃啊？2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就像枯木一样，紧紧地盘着这片土地的脑袋瓜子里。科举自古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晋升的唯一路径。自从有了孩子，我也变得越发关心教育起来。一开始顺着新文化运动找到了约翰·杜威，又顺着约翰·杜威找到了卢梭，再通过卢梭认识了埃米尔，最终我带着女儿、老婆一路来到了泰国，寻找着我理解的那种教育。为了让她今天可以顺利入园，妈妈教了她很多实用的英文单词，比如说吃饭、喝水、拉臭臭、尿尿啊这些单词，并且提前好几天就给他介绍幼儿园里面的情况，给孩子提前做个心理准备。提前一天啊，妈妈还帮他准备了一个像百宝箱一样的书包。据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工厂老板就用极端功利教育这一招，得到了大量缺乏思考能力但是熟练操作机器的标准工人。当后人再讨论教育时，就不得不回避功利教育和人文教育这两大主题冲突了。我现在都有一点紧张，你看我的汗直滴。大胖有没有很兴奋啊？兴奋。幼儿基础营其实和幼儿园小班的课程是一样的，早上8点送他到学校，下午3点去接，每周二和周四各有一次游泳课，授课语言是全英文。我们需要孩子能够通过社交掌握英文口语，也希望孩子可以自信强壮，并且通过逐步了解这个世界，让孩子富有想象力。和家乡的教育大环境上空笼罩着素质教育差不多，虽然我说了很多人文教育目的，但实际上作为家长，我的目的始终是功利的，因为我更希望他的人生可以物质充裕，闪耀发光。这个是他的一些就是换洗的东西，零食啊，睡觉的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了呀。OK， 你要跟我说拜拜哦，拜拜。啊，你去哪看红拉皮？看红拉皮。哇，里面有好多红拉皮啊！快去看吧。好吧。老师的那个蜡是吧？对，他有什么照片，他都会直接看。老师都会直接跟你联系。
孩子没哭没闹，顺利的在自己的人生里程碑中勇敢的跨出了那一步。老师建议我们夫妻要快点离开，让孩子能够迅速适应家长不在身边的感觉，所以早上我们就匆匆的离开了。好不习惯啊，这才8点钟我们俩干嘛去啊，小孩没了。这辆车我是第一次坐副驾驶。自从咱们孩子出生之后，大部分的时间，因为我们是自己带娃嘛，大部分的时间好像是要面对孩子的。孩子送进去之后我们该干嘛呢？现在看看才8点钟，这场自由来的突如其然。要不我们俩去逛逛街吧。突如其然，不好意思，商场10点半才开。我们俩实在不知道干什么啊，跑到湖边上来喝咖啡了。空气好好啊，这不像什么像我们吗？空气真是太棒了。我想在当年那些把教育赶上极端功利这条绝路的英国资本家眼中，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增长。可遗憾的是，极端功利教育会带来一群盲从，没思想，没创造力，甘愿俯首于权贵的工具人。短期里这样的方法确实对经济发展有利，可长期来看却限制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幸好我的家乡早就喊出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这样符合世界主流价值观的口号。明天早上呢，还是要送孩子去幼儿园，等明天呢孩子去了幼儿园之后呢，我们就打算呢过来跑步。一整天看不见孩子虽然轻松，但作为父母，我们心中的忐忑一直没有消散。时光飞逝，很快就到了下午接孩子的点儿。现在是下午3点钟，我们来接孩子了啊。早上送过来呢是一哭都没哭。哎，有人可家长可以进去啊？不可以，还没进去吧。我们也非常想知道孩子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也许找不到我们他会哭会恐惧，但这些始终都是他人生当中的必经之路，没有不痛苦就能成长的人生。现在里面的孩子都出来几波了，我们家女儿到现在没出来，我们俩都有点紧张，坐着等着呢。这里来接孩子其实挺有意思的，哪个国家的人都有，每个人呢进来之后呢，他在那个门口这个表格上签个名，完了之后呢要找到自己专属的这个老师，就有老师把孩子领出来。今天很顺利，孩子第一天上幼儿园，我们接着他了。这个学校呢，每天放学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警察呢在这里，辅助交通，跟咱们那儿有点像啊。过来接孩子的人特别的多。你今天有想爸爸妈妈吗？想的。中午吃什么呢？吃饭。吃饭呢？吃米饭的吗？我们没想到2岁的娃娃第一次上幼儿园会这么顺利。晚上回家后，他就像复读机一样开始重复他今天新学的几个英文单词，手舞足蹈地用他的方式表达他对幼儿园同学和老师的喜爱。今天是圆满的告别，从今天之后，他将要用自己的小手去触摸这个世界，用自己的心灵去聆听这个世界的规律。告别幼稚，终将有一天他将要告别我们，独自跨上征程。我们期待那天，我们也为那天做着努力。你我都是生长在泥坑中的人，而我奋力挣扎，哪怕泥浆最终将我掩埋，我也一样在千夫所指中屹立。我是大脑袋，勇敢地走一走，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一边是乌云密布，一边是蓝天白云。